英雄文与许志安恋爱多年，也分手多年，分分合合的感情之路就像是爱情长跑的剧情一样经历坎坷。如今许志安和郑秀文22年的感情终于进化到了同居一室的阶段，但同居后郑秀文的首个生日许志安却没有陪在身边。他生日当天就没特别，因为我当天要工作，然后就完了，就当然希望可以尽快可以在12点之前就可以就是恭喜他嘛，对不对？